嗨，你瞎说啥呢？杨幂。对啊。男的吗？对。哼。哎，不是，就是，对，昨天晚上是，你干嘛？没干嘛。你出去了？我没有。不想当网管了，我想嫁人了。嫁人就可以不用每天上班，还能生小孩，还可以每天搂着睡啊，更不用每天被我妈骂。前面这个小姐好好看啊。哎，小姐姐啊，如果我猜对你的姓，就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？啊，你是女性。猜错了，宝贝。猜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想这是。别吃了，跪下。滚！以后衣服谁洗？我洗。饭谁做？我做，我做。赚的钱谁花？你花。还有那个，还有以后那个。没有以后了，说好只拍十秒，怎么还在问啊？不是想着多拍一会儿能火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火不了，我弄死你啊！就你上网要求多，你还上不上网？上上上！我刚准备比拼给你下单的。别走啊，你继续问啊，继续问啊。小米，你怎么又在偷偷睡觉？看你头发乱的，快扎起来。那你管我有脾气。给你，手指伸过来。我把我的心都给你。Can you come? 我是陆杨幂，是一名网管，今年21岁，巨蟹座。哎，你是什么星座的呀？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会游泳吗？你能吃辣吗？哦，对了，皇后是谁洗碗啊？好啦，那你们说说我呢？哎呦我去！你昨天去哪里？电话为何关机？一定有问题。我昨天待在家里，明明回了信息，是你没注意。哎，王瓜，你今天好像一味中药啊。林兄，芙蓉？不对，是单身。我想。起来吧，你是枸杞，你是枸杞。好啊，那你就可以泡我了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你北京圈，阿拉斯加的闪电，谁的脸？总共消费128，给你。哦，对了，我儿子喜欢你很久了，想你做他妈妈，你愿意吗？你儿子在哪儿？多大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安排你们10个月后见面。10个月？你喜欢仙子吗？就是紫霞仙子那种类型的女生。啊，那个肯定喜欢啊。哦，我是她的妹妹。你是她的妹妹？对，我是子弹。哎呦，大过年的来就来嘛，带什么礼物？Oh no！ 哎呀，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，太吓人了！当疫情结束后，网吧开门了。你好，帅哥，我们这儿最便宜5块，请问你要充多少？我他妈包10年。你在途中生有暗度陈仓，请你想象成扑捏到无言无。我们总裁现在被隔离10天了。那他认错了吗？知错了，并且还学会了做饭、洗衣、擦地。小米，请你喝水。不喝。不喝就做我女朋友。喝了就要做我老婆。你算了，不套路了。作为补偿，我请你吃吃葡萄。
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你多吃点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每天早上都被尿憋醒，老子要上厕所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也要上厕所的。